彰化伊娜好幸福109年儿童剧乡镇巡演，今年邀请到四组儿童剧团于9月到11月至8个乡镇巡回演出，还有赠送精美小礼物，欢迎民众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参与。从9月20开始，一直到11月，在彰化县内8个乡镇公所的范围里面，总共会有8场的儿童剧，那分别是由海波苹果青蛙剧团以及平蓬草剧团，那分别来做8场次的一个公演，那来的小朋友都还赠送一个小的这个纪念品，欢迎我们大朋友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共襄盛举。当年龙后跟龙王他们求婚的时候的戒指啊，就放在里面啊，还有一个威力无比强大的龙王法。法什么？没事。今年儿童剧乡镇巡演活动邀请到小青蛙剧团、海波儿童剧团、苹果剧团以及平蓬草儿童剧团4组国内专业的剧团参与表演活动，欢迎民众带着小朋友前往参加，一起来感受满满的幸福。公益频道林俊明彰化采访报道。